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哥，今天和好友开黑啊，他这个光电游侠，他用的是这部车 A 车啊，最新的 A 车光电游侠，然后他跑的还是挺溜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跑的这款这张图的秦迷爱琴海好像啊，其实前段时间也调出过啊，隐藏的 A 车就是这个光电游侠，不过好像和现在这个是吧正式版的那个效果还是有区别的啊，那个调出来的隐藏版感觉怪怪的啊，就是属于还没有完全设计好的。这是全部设计好的这种造型，所以说会好看一点。没看那个喷气口啊，喷气的那个火焰，四颗火焰啊。反正这个 A 车没有人民币，基本是买不起的。然后我用的是那个金刚狼是这个 B 级车啊 ，B 级车的话都可以直接用点券购买的。其实我们这边可能很感觉这就是人民币和那个、啊、是吧，非人民币玩家的差距。跟人每次我往前面冲了一点点啊，两下半就给这个 A 车给拉开一段距离。它毕竟是个喷口，我的才三个喷口啊，两下半就直接给它超过去，基本上追不上去啊。也就在第一圈的时候和它能有一点点这个正面的接触两下，然后后面基本就没有办法跟它反超了啊，没办法追得上它的那个脚步。这就是 B 车和 A 车的差距啊，我们看到这边是吧，这一点点距离马上就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它的那个 A 车飘的就比我快多了啊，特别是在这个加速的状态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是吧，啊这边去可能是我有点意外啊，我飘的距离比较远，所以说到这里之后我就基本上就撵不上它这辆车了啊，光电游侠跑得真快啊。好像这个好像有充多少钱，这一次充多少钱免费体验30天，这也很坑啊，充了那么多几百块大洋进去啊，也就给你体验30天的时间，如果说是免费送一辆 A 车给你的话可能会考虑充，没想到直接是说是吧给你体验30天啊，这个坑真的是非常坑啊，这个害金的程度是不言而喻啊，可能就是担心你们把 A 车买了就不会再买了。今天就结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本来这个我们今天录制好，我们就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